位来宾，现场的各位游客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这里是七彩云南好在曲靖云南曲靖民俗风情展演活动的现场，首先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，欢迎各位。那今天晚上的我们一个非常热闹欢快的壮族舞蹈晚舞呢，也就拉开了我们晚上演出的序幕。顾名思义啊，这个晚舞呢就是手中拿着碗儿和竹筷和其他的乐器，发出快慢不等的节奏咔咔的声音。没错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优美的乐章啊。而且啊，这个晚舞呢也是咱们壮族的很多的传统节日经常跳起的舞蹈，也是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。没错，而且啊，这个壮族的晚舞它是靠父母的口传心授才得以流传下来的，所以呢也成为了我们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保护项目了。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壮族，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苗族。苗族呢也是一个支系众多的民族，它的分布呢比较广泛，而且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传统的节日，就是采花山。没错，采花山。那采花山呢是每三年举办一次，每一次由一个花山主来召集，所有的苗族兄弟姊妹都会欢聚在一起，举行很隆重的这样一个节庆。对，在节日的当天啊，姑娘们呢就特别喜欢美了，她们会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穿上，并且呢把压箱底的那些首饰银饰都穿戴在身上。对呀，凡是苗族姑娘聚在一起啊，可以说是堪称是赛装啊，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堪称是百花园中朵朵绽放的鲜花。那接下来就要把一个欢快的苗族舞蹈苗山花送给大家，一起来欣赏。